偏乡里面，即使有很多没办法升学的学生，那品德方面是一做人一个最基础的，也是国家哦，或是一个基础的东西。这是我一开始的那个初心。那尤其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乡，我到了这种年龄的话啊，当然说，八年以内，很感谢这么多学校的校长以及主任，还有各方面人的，县府他也很支持，那就说才能维系到这么久。而且我也发愿说，在我有生之年的话，只要我有健康的身体，我可以做的话，我还想要为我们云林县的很多学生再来做一份努力。今天的比赛，学生大概今年吧，大概2000多吧。2000多的话，今天比赛结束还要再颁奖。那颁奖的话，时间很急迫啊。你每一个学生，每一个老师，他们的工作都很到位哦，所以说还是很感恩呐、啊。如果没有这些校长哦，以及就是说还有主任啊，还有一些其他协助的人员的话，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活动。靠我一个人力量是不足的，还有我一些好朋友，他们也都来做这个资助。哦，今天也每年我都希望说他们可以过来的话，那我们就过来共襄善举吧。哦，这是我的希望，也希望说这个活动能持续下去。那一丹县长特别叮咛我，一定要来参加这个盛会。第一个要恭喜我们得奖的小朋友，第二个一定要再次的谢谢我们方如社长。方如社长的话，现在不仅能怎么样，能气动啊，年轻，你往靠他乡，也再恭喜年轻发表要。但是在他的心里头始终哦念念不忘的是你的够用，所以呢从102年开始哦，哇就一路啊来回馈那个你的够用。那他用的是哈一种文化的软实力，他真的回来故乡出钱又出力啊。我尤其哦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土山联盟哦所有的校长们，从我们的书法，从我们的绘画，从我们印影字的比赛啊，一点一滴都把这个重要的品格的精神化为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要播放在心田里面。那这个跟我们立山县长在108年我们的品格教育啊，真的是不谋而合。那我们方如社长一起超前部署哦、啊，你在102年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品格的力量，所以我们从追随社长的脚步，那一路走来，这个成果都可以看得到。因嘛，也教育是要由心去调他的心性，所以方如我们的社长，我感觉他有一个坚持，他唯一坚持是这个《弟子规》，从把书法、绘画、印笔字啊，所以我。土山碑创办到现在已经进入第八届了哈。当初我就用书法来表现《弟子规》啊，本来书法料哦啊，怎用圣公用《弟子规》来比赛，安尼啊呈现成果啊出来哦啊，当初刚开始是。志同乡而已，6所学校，哦啊，第一届是6所学校，啊后来，哦才第二年才增加土山联盟20几所，哦啊慢慢渐现在已经，国小已经49所，啊国中16所，社长哦在推行这个《弟子规》，
很热心哈、啊，我希望说这个活动一直延续下去。县内的很多国中小啊，只要是属于我们土山联盟的学校，都会有孩子们来参与这样子一个盛事。那比赛内容呢，有绘画、那硬笔字，还有书法。那我们透过孩子们在以《弟子规》为主题的一个主轴上哈，让孩子们在更加提升自己对于品德教育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哈，可以去做一些体现。那当然透过这样的比赛，我们让孩子们有更多的一个交流哈。那方荣社长真的是很用心哈，愿意每年这样子办理这样一个盛事啊哈，都上千位孩子参与这样的比赛。那今天算是决赛啊，决赛的内容就是已经经过了海选。好，那进入到决赛的孩子，在今天我们呢1点到2点是举行决赛的，那2点半过后即刻进行颁奖。好，所以对刺桐国中、对整个刺桐乡，甚至是云林县而言，这真的是一个一年一度的盛会。社长他赞助这个活动已经好几年，那他有跟我提过，那我想说这个是好事情，哦，就共襄盛举。土山杯的这个活动啊，让这些更在地我们云林这边更多的小朋友啦，能够参与，然后增加品德教育，其实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理念呐、啊。所以希望说能够多多益善，让更多我们在地啦、云林啊，甚至是希望能够扩展到彰化啦或嘉义、南投的小朋友，然后让这我们这个社会的那个品性提高。土山杯。云上的嘉士杯。